展示一下今天的 outfit of the day。 不穿衣服是吧？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裸露自己的身体在摄像机里，有一些些小小的忐忑。我妆都没化啊。我旁边，大家好，旁边是我可爱的女朋友。她有点害羞。她有点害羞。那好吧，那下次再见。特别振奋人心，然后那个油田终于出油了嘛。经典一句台词就是出油了。哎呦，您这小墨镜，这小衣装，你看我牙齿这个是那个撞个，我知道，你看我的牙齿，因为你黑呀、啊、我今天没有化妆，黑黑没有化妆，所以戴了副墨镜。这个墨镜还挺好看的。不夸这墨镜，你半张脸那么大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把我的半张脸遮住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浮夸，你就 Crazy Rich Asian。我就是 Asian，Crazy Asian。这，哎呦，你看这边的，哎呦，有点沉吧？这副墨镜，我今天妆都没化，黑眼圈都没遮，哎呦喂！最近换了一个新的眼霜，希望它有效果。Hola, mucho gusto。这副墨镜我在法国买的。Buenos。我们现在今天去看，他们说马来西亚的人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比新加坡的好吃。第二次看 Avengers， 他到现在都没有看 Avengers。你知道那个如果有死掉的英雄，我就不说是谁了，因为他没有看过。死掉的英雄都不知道第几个头七了，都三七了。哦，第几个头七是吗？嗯。发。今天早上又去上了那个 OTF， 今天上的还蛮有成效的。什么成效？就今天我的那个橙色心率到21分钟，我其实很少超过12分钟的心率。好看。而且我发现我体力大变了。没有。我们今天在做Natural Mover， 然后木然花。我都给你录下来了，跟妈看，给你妈看，哦、我发给你妈。走走。小卡片很直接的，要帮我这吗？我换车了，别掉了。上次某些人啊，说什么卡放兜兜里，然后回了家卡就不见了，还在那埋怨我，还跟我妈妈告状。是我，就是我。是谁呀？是我。我们坐哪条线都可以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。到。上次。他又在玩手机。没有，他们问我你想去 Triple Day 吗？ Memorial Day Weekend。 可以啊，去哪里啊？不知道。你去哪里都不知道。 So, just FYI, today's home cooking Sunday, and we're gonna do a full-on home cooking tutorials. Alright. So, how can a Sunday be a Sunday without mimosa? Alright, we got orange juiceA little sparkling wine from Whole Foods. Some mint. One lime. And one lemon. Alright. 好，我们 Catherine 从第二天回来了。接下来好吗？嗯，比较好吃吧，玩到。把这两个切片，切的不太好，把这个切掉。我来切吧，我来切吧。嗯、这个不要放进去，可能会苦。你所以有在我的茶里加了什么？嗯？这什么酒？毒。信你才出轨，你出轨了。我在录 ，OK， 我帮你点柠檬进去。
泡的是什么茶？你别给我加柠檬，我那是 Earl Grey。Earl Grey 加柠檬才好喝呢。加 Earl Grey 应该是加 creamy 的东西。骗。现在就开掉了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。你别别，差点扔了。这样就很简单，全家你给，全家你吧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吧。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，这样四分之三啊，嗯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一半一半吧，你少喝点酒，一大早上的。但 recipe 是四分之三，四分之一吧？哦，对。我一直想说这个开出来是塞不回去的。我来塞，我来塞，我塞。这已经比这个大了。这个橙汁晃一晃。对，因为这里面有果汁，喝前摇一摇。你不用塞，我那会儿可能还加呢。没事。这我先不要倒太多。那我们可以尝一尝。那我们现在就做完了之后就拿塑料杯子在里面。